迎收看新闻报报看，我是主播余泽颖，祝大家冬至快乐。晨检是为了让营员们时刻保持帐篷里的整洁，所以值班营长都会在每一天早晨去到各分营区进行晨检。早上8时正，营员们把所有的物品整齐地摆放在帐篷前，然后排列在营门前，等待值班营长的到来。之后，来自各地区的罗浮童军各显神通，大展身手，使出最好的厨艺，以原始烹饪的方式煮出一桌拿手的好菜。现在让我们来连线特派记者佳莹。谢谢主播。Hello， 大家好，我是 DVC 特派记者李佳颖。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罗浮童军们正在进行原始烹饪的活动。他们先用竹屑当火种，再用火柴点燃火种，过后用细柴和粗柴把火种给点燃，过后开始烹煮。现在让我们来看看现场活动吧。同学你好，请问你现在做的这道菜肴名叫什么？我们这个菜肴是祖鲁部落的黄金早餐。那请问你们是用什么方式来制造做这菜肴呢？鸡蛋的话，我们就是用剖半的竹，然后剖成一半就来当碗，然后把鸡蛋打进去，然后在火上面煮。香肠跟鸡肉的话，就是用削成枝的竹，然后串起来在火上面烤。好，谢谢同学。由于今年是木章100周年，教练们都想趁着这个机会来和营员们分享有关木章的由来和领袖木章训练手册，以便把木章传承下去。在画面中，营员们分成了8个小组，教练们也纷纷到各自小组来开始木章的分享会。教练们都很有耐心地和营员们分享有关木章的知识。大家好，现在在我右手边的呢是来自沙劳越古晋的刘福海教练。教练你好，您觉得这次嘉年华营做得好不好？非常好，真的是非常好。我觉得你们的等级已经跟 Jamboree 差不多了，只是人数方面少了一点罢了。不过真的非常好。嘉年华营的哪一些活动对你来说特别的有意义呢？我觉得最有意义的是你们的活动都不是以比赛性质来进行的，所以都是自在参与给营员参加罢了，所以大家都不存在竞争的关系，所以这一点是非常好的。所以大家只是为了来参加罢了，说大家可以很融洽的交流，不会说彼此竞争，这点是非常好的，最有意义是在这里。好，如果还有机会，你还想再来参加吗？肯定会，肯定会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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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教练，我的采访就到这里，谢谢。OK， 谢谢大家。谢谢。由于幼童军晚上将会先离开，所以各族的督导带领着幼童军齐心协力地收拾营地和行李。幼童军把行李放在穿堂的两旁，以方便父母晚上带孩子回家。今
年我们有幸采访到 YB 郑明凯先生和马来西亚童军总监，让我们一起来看看采访内容。Hello， 大家好，现在在我旁边的是 YB。YB 您好，今天 YB 听您刚才就是说您二十年前曾经也是一位童军，如今已阔别了二十年，请问您对这次的嘉年华营有什么感受？二十多年前，更老了我。有一个不错的一个感触啦，就是这样的一个萤火会其实已经很少这个单位主办，那么能够传承到今天，我觉得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努力啦。就是外宾您也是一名国会议员嘛，您有什么方法或政策来推广这种类似嘉年华这种友谊青少年的活动？其实我们政府以及在这个新政府有尝试加强年轻人在参与社会这方面的一个鼓励，包括我们一上任的一年里面，我们就废除了大专法令一些限制的条文，让在籍的学生都可以参加，主要就是要彰显出学生或年轻人的这个年代其实是可以直接接触我们社会的一些课题。各位年轻人，你如果再过多二十年像我这样，你可能会后悔二十年前你少做了一些东西，那么现在趁你还非常年轻的时候赶紧去做，因为年轻人有一个本钱，就是你有犯错的本钱，你做得不好做错了，你有机会再做得更好，那么这个是我希望大家不用再给借口说要等自己长大后或者以后怎样才能够做些什么，你现在就去做吧，谢谢。Selamat sejahtera Datuk. Terima kasih kerana sudi menerima temurama kami. Kami didapati Datuk telah menyertai Camp Carnival ini selama 3 tahun berturut-turut. Apakah sebabnya Datuk ingin menyokong Camp Carnival ini? Terima kasih kerana sudi menemurama saya. Saya dapati Camp Carnival Sekolah Kiat Hua ini mempunyai kualiti yang begitu tinggi. Tema-temanya begitu bersifat universal dan persembahan yang ditunjukkan amat tinggi. Jadi setiap tahun saya datang, saya begitu gembira dan saya ingin merakamkan penghargaan kepada penganjur dan juga peserta-peserta Camp Carnival. Tahun ini ialah tahun kami meraihkan Manik Kayu 100 tahun. Tu ada apa-apa pendapat tentang sambutan ini tak? Manik Kayu telah dimulakan oleh Lord Baden Powell untuk melatih pemimpin-pemimpin. Jadi pada latihan yang pertama, Baden Powell tidak mempunyai apa-apa hadiah atau sijil untuk diberikan kepada peserta-peserta pemimpin pengakap yang tamat latihan tersebut. Jadi Baden Powell telah mengambil rantai yang didapati daripada Zulu King ya, di Afrika. Jadi rantai itu adalah rantai yang besar dan manik kayu itu diambil daripada rantai dan diberi kepada pemimpin. Kita beruntung kerana dapat meraihkan 100 tahun Wood Badge yang diraihkan di seluruh dunia. Terima kasih Datuk. Setakat inilah kami punya temurama. 经过四天三夜的等待，嘉年华终于来到了尾声。最后，辛巴集齐了神迹，并与夏卡一起来到了荣耀国。他们遇到了土狼的袭击。经过一场激烈的搏斗，辛巴终于打败刀疤，并摔下了悬崖。动物们再次聚集在悬崖边山的那天，拉菲奇举起了辛巴与娜娜的女儿奇拉雅，为新生命揭开了另一个序幕。今晚的新闻播报看到此结束，感谢您的观看，我们明年再会。我不管你有多少缺点，我也不管你有多么坏脾气，我更加不管你对我的打闹，就算天是痛的地是干的，我要为你倒尽狂热，让你疯狂，
Granica， 我要让全世界的人知道你是我的。Make kings and vagabonds